次去高雄凤山，不是有夹那个沙发马铃薯吗？就台中也有耶、欸哦。对，宅沙发更不够。这种休闲娱乐一点怎么会好玩呢？大家一起玩。那天是刚好是活动最后一天，时间就有了。经过我们努力的夹夹夹夹夹夹，终于达到目的了，途中就有免费饮料了。不定时的限时活动，欢迎大家到沙发马铃薯来玩，好吃好玩带你一起。